刚刚我在给大家说的这个程序里边其实是有个小 bug 的， bug 在哪儿呢？咱们再运行一下最后的现象，你看看，当我执行的时候，对吗？这个放的这个东西是哪打印的啊？在哪打印的？放的是不是这个地方在类装饰的时候就装了吧？如果你不想看，你把它平了，一点意义没有。来，走，清一下屏幕，最后的效果是不是变成了这个射手语句啊？这个射手语句有没有问题？insert into user，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直接复制的话，我粘贴到 MySQL 里面去直接运行的话，你觉得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你加双引号了吗？你没有加是不是必挂呀？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有 bug 的，整形数字是不用需要写的，12345完了，但是你这些东西是不是按理说是不是都需要写啊？好了同学们，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修改版本怎么修改了。请问你觉得应该怎么修改？是你的话方向，就是我这个地方我 join 起来的什么东西，那么请问最终是不是就什么东西了吧？同学们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就不用这句话了，回到咱们的课件上，给大家我给的升级了一个版本，即完善对数据类型检测的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和刚刚那个版本有什么不同呢？唯独呢，刚刚的那个 SQL 语句变成了这个 SQL 语句。好了，我把它拿过去，同学们啊，代码呢，把刚刚的这个 SQL 语句不要了，换成接下来这坨。那么接下来这坨是什么呢？我说一个核心思想，同学们，咱们最终想要拥有的是，往这切换一下啊，咱们最终想要拥有的是把这几个东西是不是给它括起来吧？就是带双引号。那我怎么办的呢？如果是整形就不用括，如果是字符串就括，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接下来这个地方我就没有直接用这种方式直接用列表推导式生成，我怎么的呢？看啊，看清楚，我这个地方的名字和这个地方的名字相同，那意味着这中间的东西是搞这个字典，搞这个列表啊。这个列表是什么？请问意味着接下来你join合在一起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什么了吧？那么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情，注意看 is instance int， 请问什么意思？如果是数字，你 args 里边刚刚不是咱们说了是不是有那坨东西啊？如果你是数字，我就直接添加好了。注意看啊，我就打个 demo， 这个时候就是12345，咱们刚刚说那个12345，好了，数字进去了。当我接下来再去用的时候，咱们说了不是这个叉叉叉叉，是不是那个名字 ？is instance 是 str， 请问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我往里边添加字符串，你说是不是啊？我添加个字符串长得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带着我接下来添加进去的东西？请问是不是将来是不是应该是长得这个样子了？那么把它换成叉叉叉叉，这个啊，注意了，这个是单引号，这是一对单引号，两边呢是三个双引号。我这么做的一个目的啊，这有什么呢？他们啊，这个12345已经怎么了？加双引号了啊 ，str 12345是不是已经加双引号了吧？这个直接就是双引号，而这个是三个双引号和三个双引号之间是不是又套的一对单引号了吧？你看着，当我执行完之后，只要是所有带是字符串类型的，请问这个地方叉叉叉 .com， 然后密码12345。注意看，这个时候变成了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边是不是都是字符串吧？无非是这个字符串里边直接是数据，而这个字符串里边是不是又套的一个单引号的这个信息了吧？咱们说了，三个双引号里边是可以套单引号的吧？好了，注意看，那么我这个列表里边都是字符串，一定都是字符串。请问你能不能用 join？ 可以用 join 了吧？那么当你在用 join 的时候，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来，你把这一坨给它 join 起来的结论会是什么？第一个双引号没有抹掉，就是抹掉最外边那层的双引号，抹掉最外边那层的双引号，来，逗号还是有，来，什么？抹掉最外边那层的双引号，抹掉最外边那层的双引号，最外边的那层。好了，同学们，最终是不是实现了？有一些是带单引号了，有一些是没带单引号了。请问是不是就变成它？当我把这个东西拿过去替换到这儿的时候，替换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我给它改成一二三三个双引号啊，给它改成三个双引号啊。来，同学们看着，当我拿到这个地方再去替换的时候，现在变成什么？这个就是整数，不用双引号。这个是字符串，都带着单引号。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因为在 SQL 语句里边也是这样的，单引号双引号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请问最终整形的类型
没有，而这样的队友，请问这个式是不是就解了吧？那么因此呢，这个呢就是我想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方案。好了，我再复制一份啊，同学们，看到这儿，把这个抹掉。那么最后咱们试验一下这个效果啊，最终咱们试验一下效果。好了，还是这个程序，只是给它改了一下代码。走，大家再看 ，insert into user， 这个对应的是这个，这个对应的是这个，这个对应的是一个整数一二三四五，而 user name 对应的是这个，请问没错了吧？就完了呀。那有人说为什么不对应呢？请问同学们为什么不对应？因为字典将来循环的时候字典是无序的，还知道吧？所以说我每次便利的时候呢，对后的效果不一样，但是咱们已经实现了配对，即我 password 在前边呢，我就它的值在前面，我 email 在后边呢，我就 email 对应的值在后边。请问我要是此时把这个 SQL 语句拿到 MySQL 客户端里面去执行，百分之百没问题吧？这就解了，对不对？好了，这是又一个升级，同学们。说完了这么多，最后的最后给大家说一个东西，就说东哥，你写完这个东西我觉得挺麻烦，还不如我写 SQL 呢。我觉得你一定会有这个思想，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看完接下来的代码你就不这么想了。我有个程序和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无非是改了东西，看着你注意看，要理解前面都是一样的啊，前面都是一样的。我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在定义这个的时候写了个 init， 写了个 save， 你有没有发现我接下来要是除了 user 表之后，如果还有一个 student 表，或者说还有一个 class 表，请问我这里边的定义这些东西，我接下来是不是还得定义这两个方法？那么我最后怎么办呢？把你和你抽到父类里边去，看着我这个功能就是说这个地方我额外添加了个父类，这个父类拥有什么功能呢？你刚刚在子类里边看见的这两个功能我都抽到了父类里边去，我甚至是把原类我也放到了父类里边去。同学们，你这个时候再去看子类的话，最后有个什么结论呢？我接下来想要有一个对象，接下来这个对象要对应到我要插入一条数据，请看你这个你要插入一个数据是插到哪一个表里边去，我就创建一个这样一个类，那这个类是不是和那个表对应？我想要添加一个用户信息，我创建一个对象点 save 解了，我还想要添加一个，请问同学们怎么办？对应我再创建一个，那么这个地方给它改成112233，那么这个地方给它叉叉叉，这个地方给它改成叉叉叉叉叉123456。请问现在这个这和这个是不是就完成了像 SQL 语句里像数据库里边插入了两条 SQL 语句的这个代码，是吧？两个数据不进去了吗？请问你没发现个特点，如果接下来我还有 class， 还有其他的表，还有其他的表，我只要继承 model 这个类，我接下来什么 init 呀，什么 save 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方法，请问我是不是通通都不需要想？我这个地方只要规定我将来操作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名字叫什么啊，和这个名字对应，对吧？你对应的是这里边的哪一个字段，把字段写上，甚至是你这个字段的类型叫什么也写上，请问同学们是不是接下来可读性是不是要大大增强？如果接下来你要是再去开发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用到了这种方式，请问添加一个学生的信息，添加一个用户的信息，你这么写方便还是先去 connect 的链接获取游标 execute 执行 commit 的提交方便呢？试想你也应该知道答案了，你说对不对？因此最后的结论，张高里边的核心就是这么做的，对吗？这个呢直白的说是我自己重新写了一份，它和网上有出入，我最后说一点，和网上有出入是不一样在哪儿呢？真正的张高里边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咱们普通的元素，就说这点就完了。即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过程就这么说，同学们别求多，你求理解。如果你要是能把我刚刚给大家讲解的这个东西你能听懂了，你再多写几遍理理画，在纸上画，多画几遍，听懂了之后你再去上网上，甚至是将来你再去学张哥的时候，你再去百度一下张哥的源码，那么它里边这个地方不是元组了，而是一个新的一个实例对象，就这么点区别，你听懂了吧？这个地方换成什么呢？将来换成一个啊，比方说一个叫做 integer 怎么写呢？好像怎么写啊 ？integer field，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写上，比方说叫做 u 啊，叫 u u i d， 就是以后
在真正的开发的过程当中，对吧？张告咱们大家就不会再用原类了，不会再用元组了，用什么呢？就用这个东西。啊 ，OK， 思路是一样的，而且呢，我给你写的这个办法呢，你绝对，你只要花上时间理，你能理得懂。网上那个这边讲，我都理不懂。不仅是这个地方用到了类，还有各种继承，还有用到怎么样，很麻烦。但是我这个呢，要给大家讲解的核心点就完了，一个原类，一个你要定义的这个子类。你想把功能自己实现，你就自己写。如果你写完了之后，你想把它，你想重用，放到复类，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就那么点事啊，就那么点事。还有一个思想，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我这个类继承了 model 类，但是呢，我这里边并没有指定原类，它先会找这个类里面没有，我就找复类里边有，有没有？听懂意思了吗？复类里边依然没有，那么我就用 model 类的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复类里边有啊？因此呢，我这个也会被继承下来这个功能啊。好了，这个呢，同学们，最后的效果呢，就做到了咱们刚刚那个要求。最后的结论，操作对象就完全对应于操作数据表，请问是不是就更加简洁、更加方便了吧？大大提升你开发的效率啊！这就是咱们在后面会大量用的这个场景啊。好，同学们，接下来呢，咱们可以花几分钟把我刚刚讲解的东西大家理理。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你已经到了这儿了。说了直白一点，如果你再回一回，把之前东西再加强的话，忘的东西再减一减，你的水平其实已经很高了。啊，关键点是什么呢？你天天忘，那这就没谱了啊。把这个多画几遍，你画个5遍，你理解5遍，你再去说啊，看一看啊。